来。送着你，欢喜着我。送着你。好，刚首歌叫做《飘啦》。好，其实我是非常冲突的一个人。好，讲话就不一样。OK， 最后一首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有这首歌在网络上也可以听得到。这首歌叫做《美人鱼》，然后有收录在我们 Open Taiwan 的专辑当中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《美人鱼》，送给所有的朋友。